哎，尤老弟啊，你刚才刺伤的地方哪边啊？这个左手那边。哦，就是左手那边啊。那很简单，马上下命令搜查全城，看谁左手受伤的，把他抓来，那就是壁虎。对呀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厅长，我爱，我跟你严爹爹刚才大惊小怪。家里的事你都做过了？全都做好了。可以吧？这没什么事了，你快点回家吧。哦，那我回去了。再见，厅长，小胡子。好，再见。没有走了，不要紧，再见。再见。快，报告厅长，我们找不到壁虎。哎，你们真没有用，你们马上去洛通知全市的警察来户的搜查，凡是左手有伤的。哎，厅长，我回来了。你有伤那只手是不是左手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